讲一个道理给你们听听，你们知道不知道功德和福德有什么区别吗？啊，功德厉害，因为功德的话，你有一个灾难来了，人家算命39岁你有一个车祸，你可能会走人，或者39岁你会生癌症，这个时候你只要跟菩萨说，观世音菩萨把我所有的功德来躲开这个灾难，可以消业障。而福德就是你去帮助了他，帮他家里做善事，帮他买东西，或者买东西给他，尊老爱幼，但是你没有用心，没有学佛，只不过是做人间的福报，所以你得的这个福很快就会归还于你。当你有灾难来的时候，你一定受灾，因为你的福已经受到了回报，我今天对你好，他对我好回来，那么就结束了。而功德是能够消业障，大家记住，凡是参加法会，凡是在法会上哪怕把一个纸捡起来，哪怕把布拉拉好，哪怕搬一个板凳，全部都是功德。